今天正好他在天气里下大雨嘞，这时候不下来，叔叔也回来了，彤彤也回来了，倩倩也回来了，几个都在一块儿，你叫我吃啥的哟？因为孩子们都快上小学娃了，叔叔马上的都开小学娃了。老婆，哎，街上我家你就在你店叫，我也愿意吃。你看，一俺那人家愿意吃，来了我带一份那里的，都能我在家端一份上了了。回家，回家再干，不跟干，你说还不如你。我这说出来，你一毕业，我对我吃半地啊，我再转半地也不是转了。对的，你吃半地，再转半地，那俺没了。不让你喝这酒了。我也不喝酒了。你不让你的。俺这样姥姥，俺本身俺给吃六碗里脊嘞，俺就少吃点，俺吃四碗。你说两碗也是我的脚，俺把袋子我叫俺姨俺奶奶尝尝，这咋来的？哪两碗行呢？我不是给吃你家六碗脚的吗？我就吃四碗，不是还剩了两碗了？剩了两碗我不吃嘞，我倒俺那盆里我把袋子，这不就简单？哎，你说你想不想？我不想，你说。那爹说了，我爹说我就得吃六碗。我不在嘞，我吃你六碗酒。来，吃俺六碗酒。嗯，那还不够，我不在你这。你爱吃吃。我不在，我吃。你吃吧。嗯，这把你钱没钱，你就走。我那家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家走，反正我得送我回去。天上有肉有水。你连给孩子给姥姥人家拿啥呀？带礼物来呗，孩子给你带的，姥姥，俺给你带来个水壶，怕你饿的。这是带礼物啊？是。带这礼物，带这礼物，算，不是。是不是在车上给姥姥娘放来个？嗯，孩子在车上给你放的，还往哪里？我知道。知道哎。那会儿坐老家来的。不能干涉，不能。过年你交了，过年你交了，过年你交，咱俩还在家你交，是呗？对呗？你可给我干弄个包，要不在家一定，你看彤彤他还不会捏，建英也不会捏，不是太定了，咱俩也提交了，是呗？俺俩你的。这三人聚一块也不容易。俺姐是明天不回来，我给老说明天见。嗯，他说我一块开门。嗯，你啥时候回来？不知道嘞，俺已经回来了。就回老家吧。啊，你啥时候？我就在你那儿。你也都做完了。啊。你回来回来都请你吃个饭。我请你来的。妈妈。哎，到天嘞！我天上没过了。这活儿做人有压力不能干。没过了。我们家也有这个。我买这个。我买这个。你看这花啊，花有的是。嗯。别买了呢。啊，不是。你鱼你就别花带了。还挺好吃，你看咱们这个鸭子放的有点大，真香。